杀了，或许死不了。大叔，我全身好痛啊！小子，算你命大，你捡回了一条命。我多谢大叔救了我。这儿啊，是红梅山庄，救你的是我家小姐。怎么样，肚子饿了吧？ 大叔，你要说什么？小姐救了我，于情于理，我也该去跟小姐叩谢救命之恩才是。算你懂事。跟我来。这边，行。不许叫。 小兄弟，你伤好了吗？我，小姐在跟你说话呀。我姓朱，叫九珍。你呢？我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没用，手脚嘴巴都不听使唤了？小兄弟，你要是不想回答，那我也不勉强你了。我叫张无忌。张无忌，挺高雅的名字啊。你一个人能打死我的狗。 想必是为世家弟子了，他们合派又怎么一个人来到红梅山庄？你的家人呢？我，你不想说？不，我是。孩子，你长大了之后，要防着女人骗你。越是好看的女人，越会骗人。哎，你怎么又不说话了？啊，我没学过武，我只是有点蛮力而已。 我父母早死，我是个孤儿，所以我没有亲人，我四处流浪，我是漫无目的才到这里来的。
真是好可怜，来到屋里去。 我浑身肮脏不堪，我不敢进小姐的闺房。说的也是，乔福。哎，你带吴继公子去梳洗一番，换些像样的衣服。是小姐，小兄弟，跟我来。真儿。 爹，你干嘛老是让我讨好张无忌啊？我一看到他就恶心。爹自有用意。爹，听爹的，不准违背。嗯，是。哎，我家小姐长得很美吧？说实话呀，在我的印象当中，任何一个男人见到我家小姐，谁都会魂不守舍。 神魂颠倒啊！来，谢谢啊，小姐啊，眼光高，双十年华一直都没有意中之人呢、啊。哎，小兄弟啊，我看小姐对你的印象还不错哎。哦，真的吗？哎，大叔都这把年纪了，还能跟你说假话？哎呀，不过。 怕就怕老爷，老爷怎么样？老爷是惊天一笔朱长林啊，他在江湖上也是响当当的人物啊。老爷常说，小姐要嫁的，一定是名门正派之后。小兄弟啊，我看你是没指望喽。我是，你是什么呀？我瞧你呀，是个默默无名的穷小子。我。 乔福叔，小姐要你带张无忌去练武场。知道了。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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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家兰花服学手的一幅，嘿，嘿，大名鼎鼎的雪岭双珠，每个月初五在红梅山庄切磋武艺，多年来一直难分高下，所以啊，我说你们俩是一样的威风厉害。哼，我自己一个人在家瞎琢磨，哪比得上你们兄妹俩有商有量的，信不快啊？这倒是实话，不说一日千里呀，至少也有百里。 是不是啊，师哥？其实表妹有两位师父，舅父舅母一同习教，我想假以时日一定会。